大爱真健康，青春有够样，我是博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上肢运动，锻炼我们的手臂，活化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有更多的力气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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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！好，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一起来做运动吧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做一个弓步蹲的动作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动作等一下的交叉就是直接这样子换 ，OK 哦。好，那我们先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然后做一个前好握拳，然后前碰后碰。这个动作我们前碰很简单，那我们后碰的话就会考验到我们的活动度哦，胸部的颈跟胸椎。所以后碰如果不行的人没关系，你只要可以碰得到屁股，然后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，OK 哦。好了，我们试一次哦，来哦，预备 ，Go， 后前后前后前，然后拍一点声音出来，对。我们是用拳头，所以这声音听起来是很好听的，不会很刺耳，没错。然后活动度如果 OK 的人也可以高一点点，哦，这是看每个人的状况而定 ，OK 哦，千万不要过度去勉强了哦。好，这个动作首先把我们活动度打开，等一下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会比较有帮助哦，还行哦。然后配合呼吸，好，就吸吐吸吐，很好。好来，接下来第一个动作，我们等一下呢一样先下来，然后呢。脚撑，手撑，然后臀部慢慢抬高，对，让臀部的话不要太低，这样等一下会比较没有空间。抬高之后开始去弯我们的三头，弯下去，再起来，很好，弯下去，起来，一样，下去的时候吸，起来的时候吐气，好，慢慢的你会感觉到三头好是会酸的。这个部分如果三头比较没有力的人没关系，你就是下去的角度小一点。如果真的还是没有力的人也没关系，可以坐下去，然后撑起来。坐下去，撑起来 ，OK 哦，好来继续哦，我觉得这种感觉，好来，那我们第三个，我们先做一个跪姿，跪姿撑体，所以呢下去先让它从轴撑起来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呢，来双手撑，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是斜直线的，对，然后下去就顺势的放下去，然后再撑起来，对，看我们的上半身把它撑起来，再放下去，然后撑起来 ，OK 哦，再放下去，很好哦，等一下大概就是这三个动作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开始来锻炼我们的上肢喽。好了哦，预备，来，动作先做好，然后手摆好，好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敲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好，把活动度做出来，然后配合呼吸。哇，这个部分哦，蛮多人都很紧绷的哦。哈，那没关系，如果像有的人肩膀有受伤啊，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勉强。如果碰不到，就不要要求一定要去碰到，你可以稍微做这个动作，缓和一点，这样就好。OK 哦。然后我说过了，如果说靠近屁股，它会比较好做，所以我们就靠近臀部一点 ，OK 哦。最后喽，五、四、三，对，活动度打开，胸口也打开，漂亮。好来，我们现在做个快走，缓和一下，好，好来，点一下，第二个动作准备喽。来，我们现在下来，双脚撑着，手也撑着，然后来臀部顶高，好来，开始做三头下，开始，对，好，仰卧三头，一样，起来吐气。很好，再来，开始慢慢的会感觉到三头是酸的哦，吼，对，吐气下去，很好哦，然后记得哦，肚子呢也不要整个都放掉了，哦，保持稳定，对，最后十秒撑一下，我知道可能很酸，哦，大家撑一下，记得保持微笑，越酸就越要笑，我们笑出来，哈，哈，很好 ，OK， 来慢慢起来，来开始，好，做一个快走的动作，会不会酸？会哦，我越穿就越要笑哦。好来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好来，最后一个动作喽。来，我们开始做一个跪姿的动作。然后呢，记得我们先下去，让手肘撑着。然后我们先起来递一下，先这样子，看我们有没有斜直线。好了哦，有了哈、哦，准备哦 ，Go， 来下去。好来，上，很好，下去。好来，上，下去。好来，上，对，交叉哦，靠手的部分把身体给撑起来，然后配合呼吸，对。有没有开始顺的对不对？好来，嘴巴、嘴角上扬，耶、yeah ，对，然后吐气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我们要很开心的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撑起来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吧？这是我们的小确幸。再来，很好很好，最后一下 ，OK， 好来，开始缓和一下。哦，那大爱真健康，咱们下次见哦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可以哦。来，扩胸一下，对，扩胸一下，对。哦，手很酸，我知道。哦，我胸一下，保持呼吸。